这是一段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记录旅程。镜头横扫黄河、淮河、丹江口，飞行穿越太行、伏牛、大别山。河南电视台首次全高清拍摄水陆空立体式讲座，捕捉人与自然共存的微妙关系，呈现此时此刻真实的至美河南。都市频道年度巨献，历时一年重磅打造，大型系列纪录片《大美河南》唯美上演。伴着清晨里的第一缕阳光，一群来自西伯利亚的远方客人如约而至。寂静的河畔上，小天鹅四个月前刚降生，然而在短暂的时间里，它与父母几乎无法识别，只有身上还略显灰色的羽毛才能判定它还是一只雏鸟。这是三口之家的第一次出游，虽然妈妈对小天鹅寸步不离，但还是无法阻止这只好奇的小家伙，他要对这片广阔无垠的水上世界展开探险了。从入冬到初春的三个月里，黄河中下游的肥美之地成为天鹅族群躲避极北严冬的中转驿站。肥美多样的水草随时可供享用，行走不过50米就能找到既隐秘又舒适的套房。这绝不是生灵与自然的一场简单会晤。这种美丽的候鸟必须用一生的精力支撑庞大身体的运转，迁徙途中紧缩的资源使得它们步履维艰。一块稳定的水中牧场将会成为它们梦寐以求的家园。这些秉承着高贵血统和异国气息的生灵，注定与黄河凝结成难以言说的千丝万缕。长伯老等，是黄河沿岸人们对苍鹭的俗称。严冬即将过去，苍鹭头上高高竖起的辫子是雄性苍鹭的求偶信号，它将耐心地等待一场两情相悦的爱情。每个清晨和傍晚都会是苍鹭觅食的绝佳时机。他们凭借独特的觅食绝技，在水草丛中，苍鹭可以站立几个小时而纹丝不动。耐心与等待使苍鹭成为黄河精神的形象载体。日复一日，依水而生的精灵们徜徉在辽阔的滩涂，捕食游弋，起落飞翔。穿越长达4100公里的漫漫征程，黄河在玉闪交界一泻千里，平滩成湖。雄浑不羁的河水成为万物繁衍、实至名归的生命之源。道法自然的中国人，
也在遵循着这种生灵之间的和谐共生。马朝红是孟津黄河湿地保护区的护鸟员，马家三代与鸟结缘，完全来自于对上一辈的传承。真正的跟鸟有联系还是老爹最早在保护区，到98年的时候，然后就跟着他出来看一看，觉得这一行很有意义，很有意思，就慢慢的跟着他来看。作为一名普通的护鸟员，马朝红在这片保护区走过了17个年头。在他的记忆里，逐水草而居的人类和万千飞禽一样，已经与黄河浑然一体。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只黄河滩的流鸟，源源不断地汲取河流赠予的生之血脉。我起了个网名叫孟飞，因为经常我会在梦里做梦，就变成一只鸟，就飞到这儿飞那，我觉得特舒服。感觉鸟是在野外，它就像人在外面是一样，就自由自在的在飞，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如今让马朝红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保护这条孕育生灵的河流。黄河应该像一个亲人，真的像个亲人，然后几天不见会想他。鸟也是一样，黄河养育了我们，也养育了鸟类，我们回报给他们的应该是对他更加的爱护，不要去破坏他，让他能够健康来生活。一条非凡的河流必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信奉天人合一的古人笃定这条河的颜色与自己的肤色之间存在某种上天的暗示，从认知它的那一天起，这条河流就被赋予了一种民族的精神。依河而生的中原人也成为在此繁衍最为古老的族群。700公里的黄河水滋养出河南境内500万公顷的耕田，生长在辽阔滩地上金灿的麦粒和谷穗，供养着华夏版图上的亿万生灵。黄河坐拥在地球上最变化多端的河道，中国人用自己认为最为神圣的数字9来推崇它的复杂。在国人的观念里，九曲黄河已作为一种信仰的符号，生成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然而，在人们对这条河流崇拜之外，更多的还有畏惧。黄河是世界上最长的地上泉河，世代依水而生的中原人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条桀骜不驯的黄龙。裹挟着高原的漫天泥沙，浩浩荡荡侵入中原。500年间，无数次的怒吼泛滥，让人们对他敬畏万分。世界上再没有第二条河流能够拥有如此极具争议的身份。
悬河之下险象求生的局面，因为一次巧夺天工的壮举而彻底发生改变。作为改写中国水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征伐，小浪底水坝的凌空出世，恰如给这条横亘水田里，淳朴勤劳的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生动地演绎着古老的记忆。而今，他们世代依农而生的局面也在悄然改变。马彦军是黄河中部的牧羊人，他的家离花园口仅有百米之遥。从记事起，他就从老辈人口中听说过黄河的狂怒。上世纪30年代，那次人为的决堤改道，激流之下，80万个生命被无情地淹没在黄河之中。那这一片了，这桌上啥都是堵潮，白花花的水，到处都水。一条河流的荣辱，注定随着斗转星移，东流而去。马彦军所处的地域2个月来降雨极少，附近的草场已经干荒，现在他不得不带领宝贵的羊群尽快在黄河滩地寻找一处新的肥沃草场。现在不是说那靠山吃山，你靠了黄河，那这一片一上中水道，这个这花园口的鱼米之乡嘛，有了这好草原，这发展这个养殖业、养殿业。世代逐水而居的人们，不仅在接受着因水而生的慷慨馈赠，黄河与他们的生活还有着另一种关联。老板，我这样子到了水一路都敢有大雨的。回家嘞，有个大旅客。物竞天择，想要在泥沙含量极高的水流中生存并非易事。任何生命一旦与雄浑激荡的黄河狭路相逢，必然要亮出独门绝技。激流之中就游弋着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非凡鱼类，黄河鲤鱼。面对处处暗流和扑面而来的高浓度泥沙，在激流中，鲤鱼时常会不断地跃出水面，以保证吸到足够的氧气。黄河鲤鱼这一独特的求生本领，也让人们浮想联翩。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直面险境，逆流而上。长垣，黄河沿岸最有味道的县份，这里被称为中国的厨师之乡。一名普通的厨师，凭借家乡的名号和苦练的手艺，将成为声名赫赫的鱼王。现在，鱼王张春波需要从黄河水中打捞出一条纯正的野生鲤鱼。八角、花椒、辣椒，
黄河鲤鱼做法考究，每一道工序都对厨艺要求极高。依据古老的厨艺传承，如今鲤鱼的做法已经衍生100多种。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黄河滩，感受长河落日下的渔舟唱晚。无论是否能够尝到野生的黄河鲤鱼，面对奔流不息的河水，已能体会独到的滋味。即便离开，心中也能带走一途波澜壮阔。一座古老的山脉，汇聚天地灵气，万物精华。千百年来再次繁衍的生灵，于绝壁之上唱出灵动的生命之歌。人类更是用与生俱来的执着与坚韧，完成对一座山的征服。翱翔于天地之间，凌空俯瞰山水间的普通人，因为山的精神，从此不再平凡。敬请收看都市频道年度巨献大型系列纪录片《大美河南》第二集《太行脊梁》。